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一，然后，今天先去送伊娃去上学。伊娃在哪里？我今天送伊娃去上学。伊娃上了学之后，我们带 baby 去做18个月的体检，然后可能要打一些疫苗啊啥的。姐姐走喽，姐姐，我们也走吧。他们走了，你哭啥呀？我们只是量了一下身高，你还哭？你看，医生都走了，你还哭啥呀？怎么学我呀？爸爸，Voice command. Say a command. Go home. Navigating home. 我们刚才看完医生了，然后打了个疫苗，Hepatitis B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，baby。回了家吧，就要去上班啦。小 baby 就还是很害怕陌生人，陌生人一走近，他就要害怕。但是在其他游乐园的话，我觉得还行吧，感觉整体发育都正常，就是可能因为说话可能说的不太顺。那我平时的话，我跟他交流的不是特别多，所以回去问一下妈妈看看怎么样。生理的话，体重、身高都发育得非常好。好了，回家吧。